的哦，真的时间过很快。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创世基金会高雄分会的院长周冠华周院长来到杨姐节目。院长你好，主持人好，现场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是，今天我们邀到院长来，一来要跟大家聊聊中秋，那再来要跟大家聊聊创世哦。那当然知道创世大家听到创世就知道救救植物人哦。那每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有一个植物人的话，真的是一个家庭的负担哦。我们先来我们中秋活动等一下再聊哈，我们现在聊一下创世，你们这个机构在做什么事情哈？我来台中朋友了解解哈，院长跟大家是分享一下。创世基金会在台湾已经成立33年，所以我们在全台呢有17所植物的安养院，对，能够照顾就是家里有植物人的家庭，能够疏解他们照顾的一个压力，对。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机构的床位数有限，以目前来说，全台的床位其实大部分来说都是一个满床的状态，也就是供不应求。但是一个机构的设立并非常非常的难，从找地啊，然后建造，然后里面的设备，一个是不容易取得，还有就是经费非常的庞大。所以我们在92年开始就是做了在道宅服务，就是到植物人宅去服务。这样的服务呢，可以服务更多更多的家庭。对，所以我们以我们高雄分会来说，目前在我们的原高雄市就服务了174。家庭 okay, 目前哦，在案数在案数，对，是，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老年的人口的一个增加，还有就是现在还蛮多就是属于慢性疾病，然后导致卧床，所以这样的个案其实需求越来越大。是，对啊，刚刚在跟周院长在聊植物人到底怎么形成的哦，因为。就很多种原因会造成植物人的现象。那还在聊到说，其实当年创世开始在做筹备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宣导，那时候应该是说了还没有强制立法，对，调 Odoba ID 安转播。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差不多。后来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曹老先生，其实也是当时的倡议人，就是让立法委员能够在立法院提案，能够一定要强制戴安全帽，对，保护大家的头部，对，因为脑组织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重击也好，所以那个一个脑组织坏，整个脑伤，其实人的功能就会丧失。是，所以一开始以前我们所发现植物人的个案都比较年轻，比较偏年轻，平均来说大概40-50吧，非常年轻。可是慢慢到现在来讲的话，植物人的这个年龄数来说有比较偏高吗？有，大概在55岁到65岁以上。对，那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的植物人，他们所发生，当然不管原因啦，无论说是外伤，还是说现在有一些是心血管疾病，那导致的。就是家人照顾起来，都赶快就辛苦了，很辛苦，家里有一个人开始失能了，对，那家里的整个结构，对，其实都会改变，更何况是一个人要完全卧床24小时照顾，这个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会压力非常大。像植物人的定义是怎样？我请教一下院长，什么种的状况叫植物人？还是完全每当叮当，还是说什么样的状况？他还有一点点手能动，也叫植物人吗？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吗？对，就是基本上植物人就是脑伤。对，脑伤之后呢，他因为大脑中枢是我们的神经中枢，控制着我们的感觉、运动的神经，所以看他受伤部位在哪里。所以有些植物人，植物人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状态。对，所以它就像植物一样，好，不会动。好，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还有部分残余的功能，他可能可以反射性的有一些动作。但是譬如说你跟他说，手举起来，他没有办法听懂，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讯息，他更不能动作。所以他一定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就是我们像你来我往的沟通，他一定是没有办法的。他或许可以听，但是他不能表达，我们也不太
能确定他的反应到哪里。OK， 对。但是至于肢体能够自主的照顾，或是自主做一些动作，那是没有办法的。嗯，对。OK， 所以院长，如果说今天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比如说亲人好，他的状态也是。卧床是，可是他就是像刚刚您说有一些反射性动作，对，那他言语可能也是也是不能讲，那也这也算是植物人的一种样态吗？啊，对对对，他只要不能够跟外界沟通，不能自行照顾，完全卧床，这样就是植物人的状态。Okay， 对，或是类似植物人状态，类似那都是基金会可以服务的对象。OK， 好，我们来聊一下怎么照顾植物人好了，因为刚院长说到了院中的这个床位真的是有限，各个分院说实在的，要照顾这些植物人的朋友，这个病床真的要用排的，可能也排不到哈，很难。那居家照顾，在家里面自己照顾的话，也是要有一些诀窍，哦，对不对？不然很容易会褥疮啊，还是他会不舒服啊。嗯，对，只要人不动，那整个第一个肌肉萎缩，循环不好，所以整个器官来说都会开始衰退衰竭。哦，对。那第一个最常会看见的就是譬如说都不翻身，那压迫以后那个组织缺血就会产生所谓的褥疮，好，这大家会看说啊，得骨得胸骨黑暖几康哈，暖几康，对对，然后甚至于真的有些就是长蛆腐败造成败血症，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样态，对，都是发生过的事，哦，都会发生的，啊，对。好，那在卧床以后就最常看另外一个合并症，就是上呼吸道的感染，因为不能他躺着不能像我们正常人可以深呼吸，对，可以有肺扩张的比较完整，对，所以就会痰很多，是，那痰一多以后就咳不出来，就造成肺炎积在肺里面，好，一肺炎哇，那可是麻烦大了，就发烧呼吸困难，那如果说感染控制的不好，可能就会丧命。哇，对啊，这个都是一个照顾的环节，一个照顾不好可能就会有问题。那刚刚杨姐还在跟我们院长聊说，像一般来讲的话，植物人应该都必须用灌食的，对不对？啊，是。那在植物人的照顾的部分的话，那家属也要很小心哦。哦，那当然，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造成吸入性肺炎。吸入性肺炎，对，吸入性肺炎。所以大部分的植物人来说，都是必须透过鼻胃管，好，放到胃里面，然后将我们制作的食物搅打成流质的状态，然后透过鼻胃管灌食到胃里面去。对。是，哇，这个照顾真的非常的辛苦哈。像杨姐从创世这边有听到一个叫原床泡澡，这个是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发明哈，跟大家聊一下。是，所以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个案如果躺久了，那身体没有动，其实就很容易褥疮。所以我们创办人就是发明了这个原床泡澡，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透过一块塑胶垫铺在他的床底上，让他组成变成一个水槽，注入水以后，让这个卧床的人可以在床上直接帮他洗澡，洗干净之后还泡在水里，就像去泡温泉，泡温泉放松，肌肉会放松，循环会变好，所以对这个植物人来说，第一个有清洁的效果，是，第二个促进循环的效果，对，所以对植物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服务。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从92年开始，就是能够介入这个免费的原床泡澡，是不用钱的。Okay， 对，那当然，其实透过这个原床泡澡来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来发现他们的需求， okay， 那连接一些资源来帮助这个家庭，那同时给予他们正确的照顾的知识。对，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床上的这个植物人，对啊，其实照顾者也是很需要、很需要关心的这个对象。真的，对，因为照顾久了，真的照顾者也会疲累啊，对，非常非常的疲累，非常累。你想看一整天24小时不能好好睡觉，因为刚刚说照顾植物人2个小时就要翻身，对啊，2个小时就要翻身换尿布，那个腰可能尤其
老老照顾真的很辛苦。那个老人家像我最近碰一个奶奶七十几岁，他照顾他先生95岁，那他们膝下无子，他只好就是自己照顾。他就说我的背都驼了，对，然后就是长期这样子照顾下来，身体真的负荷很大很大。对对对，这个我看到一个新闻，印象好深刻。上一个星期杨姐还有播到这个新闻，就是一个老伯伯照顾一个卧床的老阿嬷、结果家里面也有儿子了，那可能儿子必须要工作扛起家中的重担，所以通常是老的照顾老的，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结果就是晚上那个老先生呢就推着这个老婆婆外出，之后他就是想说要同归于尽，对，帮要让这个老伴解脱，之后结果那老伴有被救起来，结果那个老先生后来就没有被救活，那也成为一个家中的悲剧，社会上的悲剧。可能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照顾者已经在照顾刚就疼就疼的啊。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常说创世做植物人的照顾，其实重点不是在这个植物人要不要苏醒，而是这些资源进到这些家庭里面之后，可以让这些家庭里面可以安定下来，稳定下来，让他们的压力得到疏解。要不然真的很多的家庭他是因为这个漫漫长路，他如果要一个人自己扛，其实那压力真的太大，真的会觉得啊，干脆解脱好了。所以很多社会的悲剧就是这么来的。所以院长，像刚刚您谈到的，在居家照顾的部分，你们有服务170多个家庭，所以还有很多家庭没有通报吗？其实是，我想其实还是很多选择自己来家庭，他不知道有这个资源。其实我们介入的时候，当然其实都是透过一些一个是像医院单位，或是目前也有政府的长照居家一些居家单位，或者是热心的民众，他会说我左邻右舍有这个状况，对，所以他们会来告诉我们说，对，有这样的家庭，然后是把我们的服务告诉这样的家庭，让他们能够接受外界的服务。对对，但是当然有一些家庭，第一个他可能资讯比较封闭。对，好，对，因为说实在有时候很多，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来说都是比较弱势家庭，他第一个他在可能教育程度上、知识上资源上他就比较少，所以我想还是要呼吁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发现就是邻里左邻右舍，对，如果有人有家庭他有家人卧床，对，那可以好心热心的告诉他们说，创世基金会在做免费的原床泡澡的服务，好，不管要不要去洗澡，对，好，让我们去关怀一下他们也好，对，也好，让他们愿意让资源可以进到家庭里面去， 对，要不然自己扛久那个压力真的很大，经济压力也是一环，那精神压力更大，更是。对啊，刚刚在跟院长聊说，创世有接受外界的一些物资的捐赠吗？其实是有的哈、而且我说啊，什么东西比较缺、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对上面的一些东西，对，因为其实植物人照顾已经回归到生活照顾，所以刚刚说的两个小时翻身，他们都是尿失禁，所以其实两个小时就要换纸尿裤、对，大小便失禁，为了维持清洁，避免泌尿道感染，两个小时就要帮他们换纸尿裤。对，好，那再来就是他们的营养品，他们营养品其实蛮贵的哈，奶粉啊，甚至我们也都会叫到家属用天然的食材来制作搅打，对，但还是需要一些蛋白质，是，那需要一些奶类来做补充，对，所以这些饮食上面，还有就是连最基本的一些卫生用品，其实不要说的卫生纸啊、湿纸巾啊，好，这个都是很大的耗材。那当然，譬如说我们去服务的时候会帮他洗澡，我们工作人员需要用的手套，对，那有一些家庭他需要抽痰管，像这些属于比较医疗的用品，那个成本更是贵，对，所以有一些善心的民众，愿意来共享盛举，我想也都可以捐赠这些物资到基金会来，那我们会提供给
需要的家庭，让他们来可以使用。对啊，刚刚在跟院长聊说，冷点间有足啊，得爱玩起来心了呀、啊。哎、欸，因为最近杨姐的有很多朋友都在生 baby 嘛，他们就来说，你不要以为这一箱纸尿布很多哦，我跟你说。几天就没了，对，几天就没了。那像大人就是大的 baby 吗？对对，没有错。所以你看，那个两个小时要换一片尿布，哎、嗯，为什么两个小时换一片尿布？就是因为他们是失禁的，所以我们失禁的意思是就是不能控制屎尿没办法控制的。对对，那所以我们就是两个小时就要去检查，所以湿了就要换。嗯、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家庭，对，他舍不得换，因为贵。我们去他们家会看到他们，晒衣架上，对对，晒的不是衣服，是尿布，晒的是纸尿裤、看护垫，或是把那个纸尿裤，比如说尿湿这里、旁边还可以用，对，就把它剪一剪，再重组，然后再来用。OK， 其实这样都不是一个很卫生的方式。是，真的。可是就像刚刚我们谈的，这些资源那么庞大，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只能卡没用呢，吼。可是这样子的状态之下，被照顾者他也会不是很舒服了。当然，因为譬如说、这个气味就没有这么好。所以家庭，比如说我们去到很多案家，就会闻到有一些尿骚味、所以久而久之，这样的家庭可能就不再有邻里的往来，亲、朋好友也再也不去了，对，所以就会越来越封闭。嗯哼，对，所以一片纸尿裤10块钱，对，我想我们一般民众可能省下来，对，一个十一天省个10块钱，嗯哼，一个月可以省个300块，300块，其实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哎，10块钱一个尿布哦，一片尿布。可是他可能2个小时就要花1块尿布。对对，按家自己负担是很大，所以我想我们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帮这个忙。对啊，10块钱就可以了。他24小时每2小时要换一片的话，一天就12片。对，保守一点来说，大概10片。比如说夜间可能可以长一点。夜间长一点。这得嘛就这呢，对，会舍不得换下去，有时候会很挣扎，说啊那根被挖，那是一天哦，对，可是可是久而久之，因为尿里面是还会含细菌的，含菌的，所以一直闷在里面，嗯，其实就很容易感染。对，哇 ，OK， 照顾植物人真的不简单，而且很辛苦哈。好，希望我们所有照顾植物人的家庭都能够拥有一些社会资源的益处哈。好，来，时间关系，让电台进个广告，等会再跟现场我们创世基金会高雄分会周冠华院长给小开杠，等会马上回来。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所有的烦恼在这儿有一个最好的方法要跟您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我们若要困进前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债主，祖先我们的心内会更加平静，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阿乐，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哎，你有好建议吗？那就找全球租车啊！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定厂商，全台专业副驾，各种车种，包含礼车、轿车、休旅车、大巴、中巴、小巴，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哇，那实在是太棒了！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喽。商务接送、旅游接驳、专业包车，就找全球租车。电话0781333402，813-3402。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我也是啊，年纪大了吼，走路很不舒服。保养变得很重要，擦的葡萄糖胺产品让你随时更方便。选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迹之贝，亲口一贝萃取物。现在葡萄糖胺 MSM 关护乳膏特价优惠中，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大家好，现场现场时间中昼12:42，你所收听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节目，我是杨杰。今日现场当中，真欢喜邀请到我们的创世基金会高雄分会周冠华院长，在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创世照顾植物人的经验，还有植物人家庭会面对到的大小的事情哈。那当然，上个段落杨杰有说，中秋快到了，中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过节的气氛嘛，那亲朋好友会久久的联络一下，祝福一下彼此哈。所以在中秋当中，你们在创世有规划一个中秋的企划活动是吗？对，每一年中秋其实是创世义卖一个很重要的日的节气，是，对，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会在中秋的时候，就是家人要团圆，月圆团圆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家里一定都会备一点应景的文旦啊、月饼 啊这些。那所以我们也在应景的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推出义卖的这些商品，然后公民众可以选购，对，那同时就是可以做爱心，然后又可以用得很安心，是，对。像一般来讲，中秋会有比如说吃柚子，对，柚子，你们今年跟哪些农户合作？今年我们合作的农家是麻豆的一个老农家 ，OK 老张40年的文旦，林家文旦，对。那我们的文旦很特别，因为其实说在就是文旦要让它果实甜，或者让它漂亮，其实在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肥料，是肥料对，就是可能一些化肥来促成。那其实如果有些农家他为了可能只是说民众在于甜不甜啊什么，然后在意他漂不漂亮，有时候药物会使用过度。对，那我们这个农家非常有良心，我们的这个文旦是有履历，而且是有保险的。有保险的文旦，它是有保险的是有保险，所以保证大家买到的绝对是一个安心的文旦，而且非常好吃，甜度在10度以上，因为这农家在前几去上个月的时候就采了一个还没有熟的文旦，就先让我们品尝试试看，对，其实在70%的状况下，其实它的甜度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所以在经过这些时间，其实现在的文旦更好吃。今天下午就会到我们机构里面来了，对，所以到中秋正好半个月的消水时间，在中秋的时候是最好吃最合适的时候，最好品尝的时候。像刚才在跟院长聊说，柚子还可以做其他东西，柚子蚊香，你有做过是吗？我有做过，我也有做过，可是我的大失败。我想说，你管那种没得啊那种，对，其实有秘诀是吗？对，其实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非常多热心的志工，对，我们这几年就是都有卖文旦，所以很多志工都有很多那个生活小偏方。对，所以大家记得要做那个柚子皮绿色那个部分，把它去掉。对，去掉拿下来以后，柚子皮来做清洁剂。柚子皮做清洁剂，清洁剂。好，那白色的部分呢，把它晒干。好，就是剪成一条一条的。好，晒干之后就可以是很好驱蚊的天然的这个蚊香了。对，哇。那清洁剂也可以做哈？可以。你有做过？我们最近刚做，因为就上次那个来给我们试吃的文旦就做了，我们就做了，所以目前正在基金会有一缸，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这样。OK， 文旦就是可以吃啊，柚子皮也可以做运用哈。好，那你们也有推出月饼，对，月饼。那今年月饼有什么特色？今年也非常有特色。今年我们是跟东港华珍食品。其实华珍是其实在台湾算是一个蛮大的老牌的。那他们今年跟我们合作，就是有煎饼。他们口对，养生煎饼，因为现在有些人大家会觉得，吃饼可能担心热量过高。对。好，那煎饼，
比较养生，所以里面就是有南瓜子口味、黑豆口味、啊、一盒、啊、就综合口味都有，是，所以送礼跟自用非常合适、嗯、那当然大家还是觉得不啊不行啊，中秋节我还是就是要吃到饼才有过中秋， 中秋的感觉，对、嗯、那今年也一样会有，就是帮大家准备，就是、嗯、有屏东之旅，还有我们经典的绿豆碰、哦、绿豆碰，对，那还有就是综合的这个礼盒、嗯、里面这里面的这个饼啊、嗯、非常特别，有我们东港在地的樱花虾口味、哦、樱花虾口味的饼，还有黑尾鱼口味，大家吃过，就是类似像绿豆碰里面的馅料， OK， 好，是樱花虾，然后是黑尾鱼。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我自己平时试吃过、嗯、就是老鹰红豆。老鹰红豆，对，老鹰红豆，那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为了保育老鹰，对，所以就是有一个就是专门保育老鹰的地方、嗯，所以他们种植的红豆。哦，对，那这个红豆也就是天然、嗯、有机的一个红豆沙，所以吃起来非常绵密。所以老鹰平常会去吃它吗？还是它是种在老鹰？它是保育老鹰，对，它是保育老鹰，对，保育老鹰，所以它的红豆非常的口感非常的好，那应该也是不能撒一些农药、哦、那当然，因为不然老鹰会中毒之类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华珍食品这家是其实他们长期都有支持创世、嗯、是，那很在意就是我们台湾的环境，对对，所以选的食材都是很好的食材，那同时支持公益，是，对，是，是，那很推荐给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来做中秋的一个选购的一个参考。对呀、啊，大家都要送礼啦，说实在的，一盒两盒什么的，自己吃、自己吃，家里面哦、嗯，那也有凤梨酥，对，也有凤梨酥，这凤梨酥超大块的金砖，超大块，感觉就是你家里堆了很多黄金的金砖，很带彩的哦，对，发财哦，吃了会旺旺旺，是是是、嗯、，OK， 今年其实创世走过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在台湾也是照顾许多的我们的植物人的家庭哈。那今年其实中秋带给大家更多不同的选择了。那当然，在许多的公益当中，我们希望是平常大家都说，其实大家都很有爱心。对，其实是台湾是一个很有爱心。你在做一些送礼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选购我们公益团体的这些秋节的礼品了哈。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其实上次杨姐有访问创世的时候，有聊到一个议题叫做消防的议题。是，其实消防的议题，我们要来聊聊，就是为什么消防对这些植物人朋友是很重要的哈、是院长。其实在去年或年初，其实大家有关注到新闻，有两个案子、一个是北门护理之家，还有台北护理之家，对，其实都发生火灾。其实我在创世的这个职场20多年，对，其实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火灾。因为说真的，如果真的发生大火的时候，到底该怎么疏散这些卧床的人、其实真的很难疏散、好，那不管消防员也好，要背能够背几个抱几个，其实在他的疏散上面来说真的很难。虽然说在机构来说都已经是甲类场所，一定要安置洒水设备、消防栓、但是其实它就是跑不掉，而且会有浓烟的问题。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大火里面，虽然是就是一个不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让政府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今年他就下了一个规定，要求所有的长照机构必须做好这个消防的升级。那这个升级要怎么升？其实是另外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叫做就地避难，也就是说，也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那当外面有火警的时候，我们把门窗通通都关紧闭，我们这里是最安全的，就是浓烟也跑不进来，对，浓烟也跑不进来，那也烧不起来。其实火灾最怕是浓烟，没错。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空间里面，整个墙面要顶天，让烟跑不进来，还有要做防火门、防火玻璃。那这些其实都是，造价不菲的一个建材。对所以我们全台大概将近要5000多万，需要
光消防的这个防火门就要206扇，所以目前也大概才募到70-80吧。嗯嗯，对，所以距离我们今年要完工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大的一个落差。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也还蛮焦虑的。对，因为今年就必须要把这个工程完成。对，所以希望就是民众们可以多多来支持我们的消防工程。那当然就是能够购买我们的中秋义卖品，也是一种方式。对，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经费得以挹注。对，因为照顾植物人其实是一条漫长的路，没错。对，他不能因为啊，你现在没钱呢，可能我没有经费，我就要把他们送回去。我想那是一个会造成社会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其实台湾民众，我们其实都非常爱心，所以我在这边当然也希望就是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支持我们创世基金会的服务。那如果中秋节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帮我们采购我们的中秋义卖品。对，那当然我也有另外一个期盼，就是其实植物人的家庭，很多家庭是不过节的。是，为什么不过节？第一个是刚说的，他们要把钱省下来。哦，没错，作为照顾的经费。是。那第二个就是，其实说在，当家人有人卧床，其实那个家庭氛围就没有那么好，对，就没有那个心情了。对，所以他们更不会想到说，好了，我去买个文旦来吃，我去买个月饼。所以每一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都会希望能够号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一起来支持他们，然后就是来选购文旦月饼，然后来送给我们的植物人家庭。OK， 对哦，所以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对，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自己可能我自己需要吃不了那么多，对，那我可以转赠。对，再做二次公益来送给植物人家庭，所以我们有一个搭配的组合，就是五斤的文旦。哦，对，五斤文旦就420元。对，然后再搭配一个我们的这个屏东之旅，屏东之旅380元。对，就是给我们植物人家庭800。OK， 对，哇，好有爱心哦。那同时也可以做公益，那让我们的植物人家庭可以有一份过节的气氛。所以院长，我想请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很多的家庭当中，他们是不知道有这个资源的哦。那如果怎么样跟你们联络呢？是，其实要申请创世基金会的服务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拨打电话07-261-2861，07-261-2861就可以了。只要您不管是服务上面的申请，或是想要了解，那都可以打电话来，是，那我们的社工护理师都会给你做回复。OK， 对，那如果是需要来做捐赠，是，也可以打这个电话07-261-2861，或是透过划拨的方式，或是信用卡转账，都可以来做捐赠给我们。是，也可以让植物人的家庭多一分的温暖。刚刚其实院长说那么多，我们的植物人家庭的照顾真的很辛苦哈。来，院长最后有没有30秒跟大家补充一下？是因为中秋节将近，我想也祝福我们所有听众跟观众朋友们，就是阖家平安。那在自己珍惜身边的幸福，是，那同时在珍惜在我们自己拥有幸福的同时，也能够关注我们植物人家庭的需要，也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照顾植物人，支持创世基金会，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把每个人的一点点的爱心后，把它发送出去给更多的家庭当中。感谢胡雄，感谢我们的创世基金会高雄分会周冠华周院长来到杨姐的节目，谢谢你喽，院长，谢谢，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杨姐，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下回见喽，拜拜。